当车声隆隆，记忆开始汹涌，脚下是一条漫长的道路。交通为事业之母，铁道又为交通之母。有一种力量，在惊涛骇浪中挺立潮头，在栉风沐雨中书写风华。新干线，我们也要用。崭新的图腾在你我胸中融合，思源，知行。高铁，中国产的动车，是中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。你蜿蜒出青春的模样，你和我有一个共同的征程。当钟声哒哒，梦开始阵痛，红果园的风塑造着每一张面孔。路将通往何方，我们又将前往何处？时间将答案刻进回忆，又将故事娓娓道来。在急速奔驰的高铁线，用移动通信贯通铁路神经中枢；在地下轨道的地铁站，用精密信号打造最强大脑；在世界脊梁的青藏高原，让铁轨天路融化极地高寒；在遥远神秘的火星，向浩瀚宇宙发出终极天问。当疾风骤雨来临，当明天充满未知，你会如何选择？与时间赛跑，向未知出发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敢于拼搏，敢于挑战。好奇是隐藏人类心中的神秘种子，热情是蕴含人们体内的无穷力量，梦想是激励我们前进的灼灼明灯。改变仍在继续，故事每天都在发生。历史的精彩就在于，永远都会有人为它增添新的篇章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。我们正在孟加拉执行一带一路重点项目。我们在中国高速列车开业化基地。我们在川藏铁路勘测现场。我们是北京交通大学支教团。虽然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，但仍需不断地跋山涉水，踏山河，摘星辰，问天地，观苍穹，我们在路上。